再传中，头球攻门，球进了。比赛的第20分钟，山东鲁能队由中后卫16号汪强头球扳平了比分。汪强并没有形成威胁，哎，在对方紧逼之下回传出现失误，好的，漂亮。刚刚说的高速的移动，科斯蒂奇再给出左脚传中，头球顶到了，球进了。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头球的冲顶，但是约维奇把握。At five, it's Arjen Robben and his accidental tumble. In the 2013-14 season, the Dutchman opened the scoring in Bayern's 2-0.